好，让我们一同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平安可以回到教会的当中。神啊，我们都去求你，求你临在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预备去到赞美你，让我们的心预备好去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单单注目在你的里面。神啊，将到以下的时间去到交上，以上祷告乃奉靠主得胜名字而求，阿们。以下有一段经文，我想邀请大家一同去读出。一二三，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让我们都一同去起立，我们都先以赞美开始我们的敬拜，用歌声去称颂我们的神。让那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让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让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你是配得荣耀。人活着原是要将荣耀归你，一首赞你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愿我哋整个嘅会堂都充满赞美神嘅声音，让我哋心里面嘅意念都交喺神嘅手里。让我哋再次去唱呢首诗歌。让那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让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让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人活着越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你是配得荣耀。人活着越是要将荣耀归你，一首赞你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人活着，人活着越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你是配得荣耀。人活着原是要将荣耀归你，一首赞你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大家可以请坐。让我们都用以下这首诗歌去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今天神要我们的说话。静候恩主，静候恩主，万念敞开，神到你照我心深处，将真清欢透我心窝，除掉往昔的损我。主，请你进入我心里面，解开我妖困，彰显你大能。身我里面，赐我美善。
放在我的心不变。邀请大家以下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心里面的忧虑，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单单去注目在神的当中。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圣后恩主万年敞开，神道你照我心深处，将真清风透我心窝，除掉往昔的酸我，主请你进入我心里面，解开我妖困，彰显你大能，更新我里面，赐我美善。请你，主请你进入我心里面，解开我妖困，彰显你大能，更新我里面，赐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变。最后一次，主请你。主请你进入我心里面，解开我妖困，彰显你大能，更新我里面，赐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变，藏在我。藏在我的心不变。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困扰不能够放下，但神啊，愿你的大能临在在我们当中，主啊，叫到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再一次有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让我们定睛在你的当中。以上祷告奉靠主得圣名字求，阿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里面讲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不同的困难和情绪的里面，我们可以怎样靠主祂而喜乐呢？最近我在灵修里面去发现，原来我们需要去默想神的美善。我们要靠主才可以得着喜乐，因为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身处在什么境况，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的境况，神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祂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困难当中仍然充满喜乐。在以下这首诗歌，我邀请大家一同去思想神那份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是大过世上一切的爱，是尽信任得过的爱。定眼看漫天星宿，
一切出自你口，对世界你拥有。万有以上的天使都赞颂神名字，天国依你旨意。人像雨露夜花，对吗？神所宇宙至高，竟相识吗？完全以爱超出预计的爱，叫我怎么承载？过去与将来，欢笑同爱，也伴我同在。超出预计的爱，流传至这十架。世界中疯狂不会变改，隔绝你的爱。定眼看，定眼看漫天星宿，一切出自你口，举世界你拥有。万有以上的天使都赞颂神名字，天国以你旨意。人像雨露夜花，对吗？神在宇宙至高，竟相识吗？全以爱超出预计的爱，叫我怎么承载？过去与将来，欢笑同爱，也伴我同在。超出预计的爱，流传至这十架。世界中疯狂不会变改，隔绝你的为我仰念，怜悯不会变迁，全是恩典。没有意外，主不竭止的爱，要以这心承载。祸患中掩盖，主会抱紧，也未会放开。超出预计的全是这十架，世界中疯狂不会变改，隔绝你的爱。以后呢，我们有一段经文，我都想邀请大家再一次，我们一同去读出。一、二、三。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既然已经有神的爱和信实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生命都有着同一样的心智，无论在什么境况，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上帝，我们的生命可以承载神的爱。所是有你许可，要让祝福漫过，至死痛楚要伤生命加多，你破碎我一切，却换上更多恩惠，荣耀路径必有累退。谁肯放弃自救，才将救恩识透，葡萄被压在。
释放，让出伸手，人生到了绝处，才知道爱的深处，才能承载神恩丰满倾注。平安，每一次来到敬拜都 是应该是我们心里面最兴奋的时候。我也都希望今天是你来到敬拜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对神那种的感恩和敬拜。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是单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将神的爱来到表现出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去表达我们怎样去将我们神的爱来到表达的东西。我今天特别是想跟大家来到提出，大家在祷告里面，特别在你生命里面的祷告里面来到分享。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星期六有一个英文班的服侍。我知道现在刚刚才是上了第二課噶啦，咁咧，但係咧並唔代表我哋唔再招生，我哋就停止為呢一個嘅服事嚟到禱告。我希望咧喺現在更加係需要你哋喺生命裏邊，或者你暫時都未有喺英文班嚟到幫手，但係我希望你可以做嘅係為著呢一個事工咧，係當我哋去服事人嘅時候，我哋真係能夠有機會打開一個門。可以同人嚟到分享耶稣基督喺我哋生命里边嘅见证，去分享呢一个福音。诶，希望我哋现在喺度服侍嘅弟兄姊妹，佢哋能够喺教导里边，将佢哋成为佢哋嘅生命成为一个好好嘅见证，同埋我哋有机会去分享呢个福音嘅时候，希望呢个福音系。進入一些打開了的心門，所以我們需要你來到禱告，還有希望在將來的日子裡面你也可以參與。另一件事就是接下來10月12號我們教會也會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興趣小組，興趣班是特別是講怎樣去栽種一些多肉的盆栽的。咁呢個咧係專門咧係為到俾一個機會俾大家咧係去邀請你嘅朋友嚟到參加啦。佢如果未有機會接觸過教會，未有機會聽過福音嘅時候，你唔知道點樣去開口咧，係邀請佢嚟參加呢一個嘅一次過或者將來會繼續有嘅，但係起碼可以邀請佢嚟參加。
这个的兴趣班，那他可以有机会跟其他人有接触之后，我们可以跟着可以有机会将这个福音跟他来到分享。所以呢，有两样东西 你是可以在这里来到代祷的，因为真的很近，越来越近了，英文班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坊也都会在两个礼拜之后会举行，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祷告里面来到纪念。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都是感谢你给我们认识到你，我们认识到你在我们人生里面所做的恩典，所赐的恩典和改变。我们未认识到你之前，我们的生命是真的缺乏了一个走向美善的方向。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你之后，我们的人生是不同的，我们所走的每一个的路都是走向更加的美好和美善，有你所赐的平安，有你所给的尊贵和荣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条的路。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了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没有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神啊，我们感谢你，也都有机会是去向人表达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特别是用一个关心爱护我们的邻舍来到表达出来。我们祈求你，我们在星期六在英文班的服侍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是去表达神对人的爱。神啊，我们都希望藉着能够服侍他们生活里面一些需要，我们能够打开他们的生命，同佢建立关系，我哋能够将我哋自己生命嘅见证，将你喺我哋生命里边嘅工作，你嘅喺你里边嘅福气嚟到同佢哋嚟到分享。所以我哋都为着我哋两个礼拜之后，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兴趣小组，系希望亦都系一个嘅渠道，系让我哋和我们的邻舍建立关系。求你真是赐福给每一个在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在这种的服侍里面，他体会得到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恩典是非常之足够，和你一起同工是非常之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亦都赐俾我哋有打开嘅心灵，佢哋愿意唔单止参加呢一啲嘅活动，而系佢哋嘅心灵系愿意打开。我哋知道我哋嘅心灵原本系被呢个世界好多嘅嘢嚟到蒙骗，好多嘢嚟到吸引。我哋从前都系咁样，今日我哋见到这一班的邻居，这一班的邻舍，他们未认识到你的时候，他都是为着世界里面其他的事来到拼搏，被蒙骗。神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你的真实，他们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需要，藉着这些服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里面是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神啊，求你亦都帮助我们每一日都是思想你，靠近你，在我们生活里面紧紧的拿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导航，导引我们每一日的生活。正好像我们今日一起来到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的恩典，更加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同埋生命里面有圣灵来到教导我们你的说话，明白它怎样去将你的说话
来到应用出来，赐给我们来到遵守你话语的能力。求你今天也都藉着彭牧师和我们分享你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打开我们的心聆听。神啊，求你就是藉着你的说话来到叫我们信服跟随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由彭牧师为我们来到分享主的信息。弟兄姊妹早晨，我未换眼镜，因为想睇下你啲样子。我换咗眼镜睇唔到个样吓，咁啊，其实好感恩嘅，每一次能够仍然有生命气息，特别系能够翻到神嘅家，我哋一同嚟到去彼此嘅问安，互相嘅勉励。更加藉着神自己的说话，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是一个恩典。希望我们常存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很快就我刚刚上浮的时候，人说叫火鸡节。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火鸡节的，但是呢其实是一个感恩节。在感恩节，我哋好多時候感恩節嘅時候就會諗啊，我有啲咩要感恩嚇？但我盼望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唔係淨係感恩節嘅時候先感恩。其實每一個早上、每一個晚上，當我哋能夠打開對眼，能夠呼吸，夜晚黑能夠瞓喺張牀，係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赦免得多，爱就更多》，是一段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7:36-50。所以我请大家一同起立，来读神自己的说话。路加福音7:36，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那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他是个罪人啊！耶稣回应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老师，请说。耶稣说：有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耶稣回答说：你的判断不错。于是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我，但这女人从
你没有用油抹了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爱的多，而那少得赦免的爱的就少。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都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敢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请坐，愿神祝福读的和听的。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盼望今天在我预备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一个的事情，我希望都同样的，我们有同一个的预备。这个牧师讲有一次他去探一个人，而那个人请他喝茶，当他这个人要将茶倒落个杯的时候，倒极都会泻。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呢？是吧？是不是个杯满了呢？原来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化一点，我们家里的杯呢是有个盖的，的时候呢，原来那个人呢不记得了开盖，所以倒极呢水都会流出来。同样，我盼望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聆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盖是打开，让神亲自跟我们说话。我们一起做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监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光景，孩子，求你亲自挪开缠绕我们的罪，拦阻我们聆听你说话的烦扰，让我们能够藉着圣灵清楚明白体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予的赦免，以致我们生活能够更加的爱你。多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今天跟大家看这14节经文，我想跟大家当是好像看电影一样，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戏，我就喜欢看戏，但我看亲那些喊苦喊屈的戏，比较感情丰富的人不喜欢，我喜欢看真实事情。那呢，在这里我会跟大家看四幕的，好像一套戏 一幕幕这样表演。但是在这里里面，当我们看完戏的时候，盼望我们都有一些的回应。因为圣经是这样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一台戏，是要被世界、天使和众人来到观看。所以盼望当我们看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将自己放在其中，去思考神透过这两个人物，他们怎样去回应之后，神主耶稣藉着一个的比喻，你要让这两个人物明白神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作为，进而他们经历到什么叫真正的宽恕，以至到我们最后我们能够有所回应。好，我们要进入这套戏里面。第一段是这人物，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一开始头的两节经文，36和37节，
佢裏邊講有兩個人物。第一個佢話有一個嘅法利賽人，佢就請耶穌去佢屋企食飯。咁呢個人係咩人呢？我哋睇四十節嘅時候，佢叫做西門。我首先要希望我哋知道喺四個福音書裏邊咧，都有描述有一個女人去高抹耶穌嘅嚇。咁無論喺馬太福音嘅26章，或者馬可福音嘅14章，或者約翰福音嘅12章咧，咁裏邊咧佢都有講到呢個法利賽人咧，呢個人咧。個名亦都係叫西門，但係咧，我想大家知道就係前面嗰三本福音書啊，馬太、馬可同埋約翰咧，講嘅同呢一段嘅咧係唔同啊。OK， 係唔同嘅記載，所以首先我要明白嚇。咁呢一度咧講呢一個個人個名叫西門嚇，佢喺佢。在某個情形之下，他特別請耶穌來他家吃飯、但是在那個時刻請他吃飯的時候，就有另一個人出現、這個人很特別的，他是什麼呢？他說他是一個女人，是城裡面的女人。跟著呢、路加描述他是什麼呢？是個罪人。他没有名字的，整段的经文里面呢，你不知道他叫做什么名字，他也没有说任何的说话，所以很特别。那我们要知道那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路加医生在这里要这样来到描述呢？其实在这里讲到就是给我们看见他要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盼望当我们将自己摆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我是西門啊，還是我是這個女人？因為為什麼呢？記得西門是什麼人啊？法利賽人，是不是？法利賽人我們知道是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很遵守律法，很所謂在當時猶太人的圈子裡面一個很愛神的人，明白嗎？另外呢，他是一個有名有姓西門嘛，即是在當地的社會是有頭有面，也都是可以說身家不錯的，因為他要請耶穌來好家吃飯嘛。而法利賽人在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社會、的地位，對比來說，可能在2024年在我們所生活的圈子裏面，無論是 CIBC， 無論是某個團契、主日學，我們可能是一個教會的傳道人、長執、主日學老師、團契導師，是一些可能在這個圈子裏面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咁咪幾好咯？咁跟住喺呢個嘅福音書裏邊描述另一個人，講佢係城裏邊一個嘅女人，但係係罪人。我哋要特別要知道嘅就係喺當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其實咧，西門咧係好開心嘅，因為咧。他請到耶穌來他家，稍後我們會看為什麼這麼開心。所以他其實是很盼望在這個晚餐的當中來到享受耶穌的同在，但誰知道突然咬出一個程咬金。我們第37節說有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呢，他說他是一個罪人，但如果我們看原文的時候，其實有兩個，有一個中文兩個字沒有翻出來的，英文呢你去看呢就會翻了出來，就是什麼呢？ Behold， 或者中文看下。因為為什麼呢？他突然間在這個晚餐的時候，突然間有一個女人走了進來，這個女人呢是
你不想请他来你家的，你不想告诉人你跟他有任何关系，你认识他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人是无名无姓，但是全个屋邻都认识他的。因为为什么？他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女人，他是一个罪人，意思就是他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是臭名远播，去到哪里呢？那些人都指住你讲嘢，所以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本来是一个路加描述西门是很盼望在一个晚餐当中跟耶稣共享，但突然间走了一个女人进来。那我们会问，你有没有请过人来吃饭？ OK， 哦 CIPC 不喜欢请人吃饭，有没有反应？即是你会请的，是不是？请的时候来你家，你要开门给他的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走了进来的？那我们要明白，是吧？因为如果不是，我搞错啊，是吧？嗱，其实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有两样东西我要清楚这个的报警啊。第一，当法利赛人请拉比，因为他看耶稣，他在四十节他叫他做老师嘛，拉比。任何人能够请到一个在社会上尊敬的拉比老师，是对于神的话语有认识，能够教导的人来到你家呢，是一个荣耀，明白吗？不是是人都可以请他来的。所以呢，西门呢很开心很骄傲，耶稣肯来他家。那你说那个人怎么进来呢？原来呢，在当时的社会，当你邀请人去你家吃饭的时候呢，他的门是打开的，即是所谓，所以任何的在这个，譬如你在屋邻，任何在屋邻住的人呢，知道耶稣拉比在黎牧师家呢，是人都可以去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去到看下，听下耶稣有什么教导。所以呢，在他们的地方呢，那些人呢就站在墙边，即是那但是他们不可以出声问嘢嘅，但是只可以在度听同埋留意睇，明白吗？所以不是很怪的，是有人可以入嚟的。嗱，呢个首先了，所以咁，但是咧怪的一处是边一度呢？就是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是西门，你很 excited 嘅、哦。你預備了龍蝦啊、乜乜蟹啊，咁樣即係大堆喺度，即係當然佢唔係食呢啲啊，但係即係佢預備咗好多好美食噶嘛，係咪？預備耶穌嚟嘅時候一同享受，順便喺當中同耶穌溝通，了解神嘅話語。點知好衰唔衰？呢、這個咁嘅女人走入嚟，哇！佢係咩人啊？法利賽人啊嘛，唔可以有罪人走入嚟噶，你污糟邋遢啦！所以他可能彈起身想講嘢啦，但係點知喺耶穌喺佢旁邊嘛？呢個係個嘅客人啊，睇下耶穌點講。喺個情形之下咧，呢兩個人物做一個好大嘅對比。一個係西門，本來係好高興，而家突然間好惆悵。一個女人。他来的时候，圣经说怎样呢？我们看看他的反应。在这个反应里面很特别的，在第七章三十八节，他说这个人呢，他来到的时候，他就站在耶稣的背后，挨住佢只脚，跟住有四个动作，吓佢喊，跟住咧啲眼泪就滴咗落耶稣只脚，滴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去擦，擦嘅时候咧，佢跟住就 kiss 耶稣只脚，最后将佢带住嚟嘅lotion 吓 perfume 嚟到抹耶稣嘅脚，
嗱，咁我哋又要解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呢个人点，即系人点解随时可以入到屋咧？我哋解答咗啦，系咪？咁但系点解佢讲到呢个女人去到会嚟到喺耶稣嘅背后，跟住喊啲眼泪可以滴到落耶稣嘅脚？我问你，你屋企食饭咧，有人企喺你后边喊咧，啲眼泪可唔可以转弯落到你只脚噶？唔可以噶，系咪？即系我，所以唔好用美国或者现代人嘅谂法，佢哋食饭系点样嘅？佢哋咧食饭咧系瞓喺度嘅 ，OK， 即系挨喺度，前面就一张台，咁每个人咁样挨住，左手挨，右手攞嘢食，只脚咧系咁样打横向后边，明吗？咁样所以咧，当呢个女人入咗嚟嘅时候咧，佢系企喺耶稣嘅脚前咧系冇问题嘅，明唔明我讲乜嘢啊？弟兄，所以呢个我要解清楚。如果唔系，你谂下啊，睇啲图片咁样坐喺度，点落啲眼泪点样落到去咧？咁，所以第一点，但系我哋要问，无啦啦喊乜鬼啫？系嘛？你第一，你系不请自来嘅，咁点解喊啊？咁啊，佢呢个唔系咁啊！好大声噶，痛哭噶，因为嗰个字咧。咁你谂下，佢班人就谂住啊，听下耶稣讲嘅，点啊点？咦咦咦咁啊，喺度喊。咁啊，喊嘅里边咧，嗱，我哋要讲嘢啊。呢个女人，路加叫佢系罪人。咁我哋要问佢点解会嚟到耶稣所在嘅地方？咁我哋要知道嘅就系佢系听闻耶稣被西门法利赛人邀请去佢屋企食饭。OK， 即系呢个系我哋因为圣经讲嘛，佢知道啊嘛，知道 Genesco 就系话佢清楚了解明白啊嘛。或者花边新闻啦，总之佢听到耶稣去 ，OK， 咁你话去到点解喊咧？咁好多时候我哋嘅你去睇一啲嘅研究，一啲嘅解经书啊，或者我哋可以猜想啊，就系话呢个女人之前咧系同耶稣见过面嘅，佢深敲深威系同耶稣嘅接触嘅里边咧，佢经历咗耶稣的宽恕和拯救，所以当他听到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的时候，他来到其实是一个感恩的表示，所以他一去到的时候见到耶稣他就哭。为什么哭呢？记住他是什么人啊？罪人是什么意思啊？牧师我不知道，其实想罪人就想自己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罪人，是不是？可能我们不是好像他这样。嗱，呢度讲咧，有好多人猜想一样嘢，呢个女人是什么咧？是当时的妓女，所以咧系人都识佢喺个城市，所以去到边度咧，啲人指生晒，明吗？咁你话我唔系咁，但系喺呢一度咧，当呢一个无名嘅女人，在他生命的里面经历到神怎样的宽恕的时候，在今次这个法利赛人的家的里面，大家都很兴奋预备来听耶稣讲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说，我见到耶稣的时候很自然的流泪痛哭，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曾经是没有人关怀，冇人愿意同我来往，更加喺生命里面完全冇盼望。但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我生命有所改变，而见到呢个大恩人嘅时候，自然间流泪满面。我想大家谂一谂喺你个人嘅生命里面，当你认识耶稣，或者你听过有一啲人，他经历到耶稣的拯救的时候，他生命一些的流露，你看到有很多人是真的喂，因为为什么想起过去的辛酸，
现在的释放。所以这个不是做出来的，这个是内心的表现。当他哭的时候，他讲到做什么呢？讲到什么？眼泪就滴了下来，是不是？你想想，你平时哭是多少滴眼泪？不数的，牧师。这个他说 他多到什么？滴到落耶稣的脚，是不是？耶稣的脚呢，以前呢我们没有现在这些鞋的，是那些好像拖鞋一样的那些草鞋。而以前的路呢是泥路，所以呢是污糟邋遢的。所以呢当那个时候他哭的时候，那些眼泪水滴了下去的时候呢，要怎样？算啦，咁样唔关我事。佢梗系咁咪要擦咯，系嘛？嗱，我冇问大家有冇倒泻嘢啊？用咩擦啊？布咯，tissue paper 咯，用完再用咯，咁啊。即系嗱，呢度佢话用咩？呢啲好特别噶，佢话用咩擦啊？头发咁你谂下，搞错啊！你记住嗰只脚咧。不是很干净的，对一个当时社会女人，永远永远不会在公众场面将自己的头发来到放松，明白我说什么？因为呢，这个就很多时候联想起一些不道德的女人，所以对他来说，在这一刻呢，我们要问一件事，为什么他肯这样做？因为在他生命里面，他经历了神的宽恕、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不顾得人怎样看他所谓的廉耻，而是愿意来到用他这个头发来将污糟的地方来擦干。跟着他说，他年年的用嘴亲耶稣的脚。好，我不知道你们，我看的时候我有点恶心。有哪个会去无端端？你自己都不会啦，是吧？我不知道你即是你洗干净都不会，但是是一个很污糟。在那个时候里面，他 kiss it。 我当他想的时候，我无端端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怪，又大声哭，又哭到流眼泪，跟着又找自己头发来抹耶稣的脚。他跟着这里说，当他用嘴亲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尝试想另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犯罪，浪费了所有父亲的财产的时候，突然间醒不过来要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是吧？远远他的爸爸看到，是吧？他就怎样跑来，怎样啊？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15:20-24，他说，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隔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跟着做什么？就年年亲他。你记住，这个仔之前做什么工啊？养猪啊，吃猪哨啊，好耐冇沖涼噶啦，行嗰啲 homeless people， 我哋會唔會 kiss 佢啊？明我講咩，弟兄姊妹？其實意思就係話，因為後邊24節話俾我哋聽，因為我呢個仔係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意思就係呢個爸爸點解可以不顾一切，不理他几污糟邋遢，我可以抱住他，很亲爱地去 kiss 他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罪人的女人，
他之所以有这个反应，是因为在生命里面他经历了神拯救的 大恩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他流泪是因为感恩的眼泪。他擦干是代表他在人的面前不觉得羞耻做这样，因为感恩我的主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来到 kiss 他的脚。他抹干之后跟他擦 lotion perfume。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这些图片呢，其实不是，即我们不知道那个情景是怎样，但是呢你如果看这张图片，你看看那个渣很大个的，没那么大的。其实是什么呢？以前那些女人呢，她们买一个很小的戴颈链仔戴在那里，一张小小的。因为为什么？她那些，你看其他的经文呢，说有些人去 去高抹耶稣的时候，她叫真拿达香膏，是很贵重很贵重的，所以不是那么大樽的，很小樽的。意思是用什么呢？就是你记得耶稣的脚是臭的，明白我说什么？因为不是他行路呢，有泥有水，就是这样污糟。其实在那一刻里面，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代表这个女人感恩全然拜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现在有没有将自己摆在这个神的角度里面，思考一下，究竟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不是好像这个无名的女人，但知道自己是罪人。而这个罪人不是每年一次感恩节才感谢神，在生活里面行事为人都与我得救的恩相称。当然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有两个人，那另外那个呢，西门怎么样呢？西门的反应就是第39节，记得西门为什么请耶稣来，他这里说请耶稣来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看见什么？这个女人我没有请她来，不请自来，算了，你站在那里不要出声，怎知做这些事，有没有搞错？我这么好的 party 给你搞定了，明白吗？他见到这件事， 他不敢出声，心里想想什么？他现在在这里怪责呢，不是这个女人，怪责神。他说为什么？如果耶稣你是先知，即是他之后想着耶稣是拉比嘛，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嘛，应该认识神嘛，那为什么？那你如果你真的好像那些人说你有行神迹，有医病赶鬼，你应该与众不同，所谓的叫做先知啦，有什么能力啦？如果是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这个，不要乱讲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这样的女人应该知道她是谁了。跟着后面加一句，她是个罪人来的。个语气要给我看见一件事，法利赛人西门很多时候都好像我们自以为是，我没那么衰，我没犯这些罪，耶稣我做得很好了，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聚会，我又去主又学的了。他拒绝耶稣的身份，更加觉得他不是好像这个女人一样需要被赦免。当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反问一件事，在我的生命里面，神要怎样帮助我藉着今天的经文了解在我生命里面经历的宽恕，怎样能够活出爱祂更多。因为呢在下面呢第三幕呢，因为耶稣很清楚，西门没有直接问耶稣，圣经说什么？他心里面想嘛，是不是？如果耶稣不是先知，就不会知道他想什么，是不是？但是耶稣知道，所以第40节就这样说，他就说耶稣 就因为 他心里面这个这样的，接着耶稣说，西门，我有些事跟你讲，
咁西門好 respectful 就話：啊，老師請講係咪？咁跟住咧同佢講故事咯。咁呢個故事咧好簡單嘅啫，其實就係爭人錢。我哋當中冇人做呢樣嘢係咪？咁啊爭咩咧？爭講兩類嘅人。嗱呢兩類嘅人咧就代表西門同埋嗰個女人。OK， 第一個咧就係爭咗500個銀幣。另一個咧爭咗50個銀幣，你話呢啲係咩意思呢？好簡單嘅啫，一個當時羅馬嘅銀幣 denaria 就係等於嗰個人做工一日嘅工錢，明嗎？一日嘅工錢，咁咧所以爭50個 denaria 咧就係等於佢大約爭2個月嘅人工，嚇、啊，有500個咧就差唔多1年多2年嘅人工。即是呢，你記住呢啲人呢係餐日餐穩餐餐清，所以呢就算2個月嘅人工呢都冇機會還㗎，佢哋還唔到㗎，明唔明我講咩呀？所以呢佢話你冇機會還啦，但係嗰個債主好好人啊，你唔使還啦。我哋當中有邊個咁樣話俾我聽？我哋問你即係呢啲喺呢個過程嘅裏面呢，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嗱，咁耶穌就問完，咁就同呢個嘅西門話：喂，呢、這個故事你覺得邊一個？嗱，你留意一樣嘢，佢冇話多謝，佢話佢講到特別，佢話你覺得咧邊一個愛邊個？愛嗰個債主更多。喂，點解唔講話我多謝佢多？點解用愛呢個字啫？係嘛？因為嗱好特別噶嘛。咁咧咁。西門的回答就是我想你還用什麼想啊，很簡單的，是不是？因為他不是含糊，他不願意去承認他就是那個爭五十個人幣的人，明白嗎？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們看見一件事，就說其實在我們的過程裏面，其實耶穌問西門在這個第44節，因為他講完了之後故事問了回答的時候，耶穌就說、欸、西門，你看不看見這個女人？我問大家，他看不看見這個女人？看見，是吧？因為佢已經啲火咧爆曬出嚟噶啦，因為佢一行入嚟嘅時候係咪？咁睇見乜嘢啫？即係話咧，其實西門佢嘅生命嘅裏邊咧，佢根本就睇唔見呢個女人真正生命嘅改變。因為呢個女人咧，佢係愛得多、愛得激動、愛得謙卑，佢唔顧一切嘅，啲人點樣睇佢？因為他願意來到不付代價的表明他感恩的心。但是西門彼得呢、啊、不是西門彼得，西門法利賽人呢就說什麼呢？在那裡呢，大家記得有一件事，耶穌問完他之後呢，你看不看到這個女人？西門不是盲的，當然看到了，但是為什麼耶穌這樣問他？接著耶穌就督他了，唔係督佢，耶穌話出佢嘅症狀、佢嘅罪行四樣嘢，同嗰個女人嘅四樣嘢一模一樣。佢話咩咧？我嚟你屋企嘅時候，你冇用水同我洗腳。嗱、啊，這個、呢一個係任何嘅主人翁必然起碼嘅禮貌，明嘛？你請人嚟啊嘛，你請人去你屋企咧，你唔同佢洗腳，但係你會拎對咩啊？拖鞋出嚟係咪？你唔想去咬污糟你哋地氈嘛？即係你梗會有啲嘢俾佢，即係呢個係 basic 嘅禮貌。耶穌話：你連呢個都冇俾我，但係呢個女人做。第二，佢話你冇親我，嗱點解咧？咩意思咧？當一個人被邀請去到屋企嘅裏邊咧，我哋呢度咧現今嘅人咧就會握手，係咪？或者熟啲嘅就擁抱。喺當時嘅風俗裏邊咧，就係彼此嘅 kiss 嗰個面，
是意思什么？我欢迎你。他说你没有欢迎我。第三，他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意思是什么？油呢，在当地里面，他行完那些人呢，去到屋里面的时候，他那些油呢，通常是橄榄油。意思呢，就是他可能已经很累了，去到的时候有少少油茶呢，个人好像白花油一样，个人清醒一下。明白我说什么？可能肝呢滋润一下。他说你无理，意思是什么？西门，你最基本接纳我做你的客人的事你都没有做，即是意思是什么？你是表面上你欢迎我，但是内里面你完全不接纳我。同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太作状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不像这个罪人女人真正经历那个宽恕，而生命里面有感恩的流露，反而我们会例行公事，无论是主日的敬拜，或者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说我们属于主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表示生命里面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就好像一个人来你家，最起码的招待我们都没有。同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我们有没有最起码的招待对我们的神？有一句说话是 Corrie Ten Boom 在希特拉被捉，他写了一本书叫《密室》，有套戏《Hiding Place》。他里面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其实 You can never learn that Christ is all you need until Christ is all you have。 Google 的翻译旁边那里是你永远无法学习到基督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除非基督是你所拥有的一切。最后结局，在这个结局的里面，耶稣很清楚的颁布这个女人她经历了神的拯救，在她的里面得到赦免。48-50节，如果我们去看文法的里面，她说罪得赦免和她的信救，她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她做这四样东西，而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罪得赦免。而文法的里面这两个字呢都是完成了的，过去了的。但是过去了的东西仍然在今天的里面仍然继续有果效。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买了单程机票上天堂了，跟着就怎么去说自行我数，这个不是真是神所喜悦的。应该悔改的心，赦免的生命继续有所表现出来。你的回应，这个的姊妹对于神宽恕的恩典、接纳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有很不顾一切来到愿意摆上行动上面的表现。我们呢？我们是例行公事啊，做给人看。我结束的时候用一段的经文彼此勉励，互相提醒。马太福音7:21-23，这个这样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堂，唯有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个提醒什么？
我哋每个人都可以话我系基督徒，我哋做过乜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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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系如果我哋同神嗰个关系唔系因为宽恕而嚟，用个感恩嘅心嚟到去过活嘅时候，我哋只系做嘢嚟到赚取神嘅救恩。所以神话，我要同呢一啲嘅人话，你喺我面前做过呢一切嘛？我从来唔认识你哋。我盼望我哋唔系神所唔认识嘅人，而系神所知道认识嘅人。最后 ，Corey Ten Boom 讲咗一句嘅说话，佢 How does this statement influence your perspective？ 喺生命里边，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被医治，无论身体、情绪或者属灵嘅医治。佢话唔系我嘅能力，而系我对神嘅回应。同样今日我哋对神嘅回应系咩咧？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话：如果有人爱神，呢、这个人系神所知道的。神知道你同埋我系咪真系爱神？我哋可以呃人，呃唔到神。一齐都有祈祷。天父，我多谢你，因为你嘅话语系真实。但感恩，因为你是一个拯救的主。但愿我在这里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真正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赦罪，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赦罪的恩。求你祝福、改变和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欢迎大家来到CI 教会。咁想问一下，有冇第一次来到我哋教会嘅咧？呢边哦，呢边冇好，咁都欢迎大家翻到嚟啦。咁我哋而家有少少宣布嘅时间。咁係啦，喺10月12日咧就有呢個多肉嘅園藝工作坊啦。咁咧就邀請弟兄姊妹可以即係邀請新朋友啦嚟到即係當中去到即係有一啲 outreach 嘅活動嘅。咁如果有任何想幫手啊或者想做陪談嘅工作咧，可以聯絡 Carol 姊妹。係啦，由於名額有限啦，咁所以咧呢個活動就淨係。會俾新朋友或者帶領新朋友的弟兄姊妹參與嘅。咁如果有需要咧，就要10月4日之前報名。咁咧喺2024年全教會退休會的講道錄音咧，就已經喺網站啦，每一個堂自己嘅主頁可以有噶啦。咁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我哋嘅網站嗰度去聽翻。咁每一個家庭咧，而家就可以喺郵局網站免費訂購一套4個新冠病毒居家檢測盒嘅。咁咧，每一個住址就限購一套。咁呢個以下就係呢個網址。好，9月22日同埋9月30日嘅特別愛心奉獻啦，就會用於即係喺本會附近最近因為公寓火災而流離失所嘅居民嘅。咁如果喺網上奉獻咧，就可以跟住以下呢啲嘅程序去做啦。咁或者咧支票或者現金奉獻咧，都可以跟住以下嘅程序去做。OK， 咁教會咧就需要召集司機，主日咧可以幫手接送長者翻到嚟教會去參加崇拜啦。咁如果你有心想參加呢個事工咧，咁就可以聯絡交通部主席 Lawrence。咁咧其他嘅我哋教會嘅資料咧就可以嚟到都係 CIBC 嘅網站啦，可以去睇到嘅。
好，咁以下係三一眾嘅時間，邀請大家一齊起立。讚美讚讚萬福時間，世上萬萬讚美主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啊我一起祈祷。神啊，赞美你，你的确是我们福气的源头，你的慈爱每一日都包围住我们。神啊，我们都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每一日拖带住我们，与我们一起同行，也都感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主耶稣跟我们所讲的说话，让你每一日都以你的说话来到教导指引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